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颁个奖俾我哋啦。咁我系新世界发展嘅首席财务总监林富强。我哋集团其实早喺几年前咧已经重点布局大湾区。我哋会把握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嘅机遇咧，配合北部都会区最新嘅发展策略，进一步咧促进深港两地嘅联系同埋发展。我哋亦会继续运用我哋商业力量去回馈社会，为个持份者创造更多价值。多谢各位。